直到这一刻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丁俊晖有任何出格的举动。对手显然是接受不了失败的事实。为了身后梦寐以求的水晶奖杯，丁俊晖拼尽全力与希金斯打出斯诺克史上最惊险刺激的攻防大战。此时绿球和咖啡球挤在库边，辉哥不得不放弃守摆位的常态，利用黑球做上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。殊不知这杆黑球。
没有问题，最终以14分的代价化解这杆斯诺克。但是两颗球的落点露出进攻机会，本局真是一波三折。不过两人连番炸裂的斯诺克的确很精彩。真准，长台精准拿下，母球绕台三库稳稳叫位到篮球。08年的丁俊晖，要准度有准度，要控球有控球，大张大合的进攻非常具有观赏性。真细腻，顺利叫到粉球手摆位。现在距离夺冠只剩最后一颗粉球，希金斯此时已是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丁俊晖绝杀比赛。粉球入袋，成功绝杀比赛。